好，我看这题哦，麻烦你先把这边撑开行不行？可以撑开，我们直接撑开好不好？撑开一面变形，a 加 b 平方撑开是 a 平方加上 2ab 加上1a 平方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写成这样子之后，开始来积分，怎么去积分？把次数加一，三次，倒过来。三分之一，九乘三分之一是几？三，加上次数加一两次，倒过来二分之一，六乘二分之一是几？三，加上一积分，直接写起 x 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为什么一积分是 x？因为 x 为分，为下去是一嘛，所以一积回来变起 x，这样行不行？尾巴再加上一个常数项是谁？c，这样就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来，第二小题也是一样，麻烦先把它化解。怎么化解？因为这个式子当中，它每一个都要除以几 x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大家的 x 约掉，好不好？约掉一个变成三倍的 x 平方，约掉之后就减掉 2x 再加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积分开始积分，把次数加一三次。倒过来三分之一，三乘三分是约掉了，减掉次数加一两次，倒过来二分之一，二乘二分是约掉了，再加上一积分是几 x，这样行不行？积完毕之后，尾巴再加上一个常数项是谁 c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。